刚刚这个饭店业者为了抢生意，不管是服务品质或者是这个房间的摆设啊，都用尽心力。当然了，我们台湾的啊 motel 啊，我们的 motel 我跟你讲，世界上很难比了啊，里面这么大，游泳池这么棒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些全世界怪诡异啊，不知道为什么的一些旅馆。首先，费国斌先生票选最丑北韩旅馆，但是耗资数十亿美金，这看过，建造而成，这是有锅啊，真的真的，蛮怪的那种。这间北韩的这间啊，我们叫柳金，好漂亮哦，哎，不错啊，还没有建完。哦，请问它是一个火箭吗？要升空吗？说真的，它像一个火箭，有点像金字塔。这一栋看从上空往下看，它是有一个像三个角，有没有合起来的？那这三片嘛，对，三片合起来。有那种前卫。康哥不要看哦，他房间据说建好了之后有3000间房间。3000间啊！然后它只有10层楼哎，十层楼。对，然后可是高度有330米。那一层多高啊？因为它本身来讲，它中间很多是属于空的夹层，让车子一路上去。啊，车子一路上对，没错，可以进去。对，车子可以直接开进去哦。北韩有那么多车吗？你？基本上就是车不多，所以显示哦，这个什么呢？像来到这里的一定是有权威的啦。像这栋楼最近本来是预估2014年4月，不，2012年，抱歉，4月要盖好。嗯。然后为了金日成100年周年纪念。可是听说又要爽约了，因为他已经盖了好几次。他盖多久了？他从1986年开始起建。1986对，然后当时第一次构想是在1986年，他这个造型算很前卫，非常前卫哦，现代。然后花了20亿美金。1986他就是等于哇，那如果等到那个2-3年后，他会不会飞起来？就这个就这小飞机，就他盖好这件事，盖好了一按，咚。因为你看一下1986年那个最红的谁，最后是麦当娜，他穿的那个胸罩是长这个样子，在前面喷火嘛，对啊，喷火的，对啊，就很像。你知道北韩人连吃饭都有困难，是，对啊，连军队吃饭都有问题的，居然可以花20亿美金来建造这栋，所以就可以知道这栋饭店有多夸张，而且盖不完，最后变军营，那真的会翻车，跟你讲，真的翻脸，是不是？哦，那哦这么贵，可是盖那么久哦，对，而且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就确实怪，对不对？哦，中国有一个福禄寿造型的饭店，对，这个是我住过最夸张，我觉得很适合，哎，你很适合，对啊，适合有没有？进去就拿摸，对不对？而且呢，它有三尊，而且是全，大概是中国最大人形饭店，真的就是长这个样子，而且夸张的是，太酷，对，这在太酷，天津市郊大概开车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而且好像是当地人还不知道这是个饭店，他以为只是个造型一个雕像而已，对，然后呢非常大，大概。每一个有10层楼高，那10层楼高很奇怪是，它这个那个饭店很小，这个房间很小，这个走廊呢大概只有一面，就是我们看到往前那面，其实它那个扣子啊，其实都是它的窗户。所以进去要先参拜合掌吧。进去的话要从它的脚这边下。因为你一进来他就问，请问您缺福、缺寿还是缺路？缺路，想住哪一栋自己选，自己选。对，哎，这个太酷了，太屌了，而且刚才有没有看到每一个都有一个寿桃？有没有？是，那个寿桃就是它的 VIP 跟总统套房。哇塞，酷哦！寿桃那个黄那个寿桃有没有？那个是它的寿桃。两个，我记得那时候呢，我朋友住另外一个，我们住另外，因为那是凸出来，所以还可以跟对方讲，哎 ，say hi 一下，很贵的话，其实还好，大概几千块人民币而已，2000块人民币，所以是还好，但里面其实非常非常旧。但是你看这样，不要以为那个，他们觉得说，其实这个生意非常的好，他们要建造这个第二代。第二代你知道什么吗？麼刘备、张飞跟关羽，桃园三结义，桃园三结义，对，福禄寿完三星爷完，就来一个桃园三结义，好酷哦！偷偷给他主题，偷偷给他建议嘛，那要不然也顺便弄个《西游记》啊？哎，对啊。对啊，或者给 SAE 啊什么的，对不对？哦，这个太酷，这个太酷。这件真的有，我住过，我也住过，真的，真的很可爱啊。所以你们两个怪人都在一起，他缺福我缺禄了。台湾建筑师工会有专程去来看这件哦。哎呦，上榜的还有一个狗造型，这个在爱华州，可爱吧？这个呢哈，跟大家讲一下，他本身在他的客人就一次只能住4个人，4个人啊，跟你好可爱哦，真的，大只的9公尺高，小只的叫 Toby 3.6公尺。
然后呢，他从侧面进去，有门口哦，嗯，有个楼梯，里面一个大的房，就是房间里面一个大的双人床，是两个单人床，嗯，然后除了这个外就没有，还直接四个客人。然后小狗是装饰，大狗才是饭店。而且鼻子哦哈，走上去鼻子的话呢哈，鼻子上面是什么？鼻子上面就是它的鼻子上面是一个露天的一个阳台、嗯，你可以在那喝咖啡，看看外面的景点。然后嘴巴底下是书房，它这里没有电视，只有很多书让你看。然后它是一个艺术家所建造的一个叫犬吠饭店。然后。所以从狗的屁股里面进去，侧面进去，对，它让你重新感觉什么叫做出生。生命的诞生，福禄寿三只，千只是千只狗，多好！应该牵那个什么仙桃啊，叫乌龟之类的，做那个嘛。哎，不是，那福禄寿旁边做一个那个叫什么，咬钱那个那个啊，蟾蜍，对，金蟾蜍，三只脚的这种，对不对？哦，玉林哥应该很爱想住那一间了。好，蒋伟文，你这样子在世界各地跑，你被连锁饭店名气骗了。然后你住了风水啊，风水最差的，我住过最风水最差的是一家。你其实还住风水的、哦，因为没有为什么？因为其实以前去美国最花钱就是住宿嘛，所以我就尽量住便宜。等一下，你不是出书吗？你怎么不打书呢？啊，对对，因为我出书的宣传期已经过了，但是呢，对，现在我的书在各家书架上都有，请大家去注意一下。这段我们还是我们是义气相挺，义气真的是，谢谢我们不是商业行为。谢谢，好不好？好，然后对，那我在去住风水，我都带我那本书《新手下厨101道不识风水》，你快录完要去101350了，好不好？去101350。没有，因为其实到美国住宿最贵，你知道，所以我就挑比较便宜。有时候我自己住的话，那有一次我就挑到，我想说至少住有连锁的，它有连锁，有时候连锁也蛮大，二三百家连锁的、啊，它也是很便宜，一个晚上大概那边59块、69块这种的。嗯，超。我就住到，就看照片蛮漂亮，到了现场也蛮漂亮，它有游泳池，它是一个口字型的一个饭店，然后有两层楼，中间有一个游泳池，我觉得蛮漂亮的。可它安排，因为我是网络订购的，你知道，订好饭店到现场你是不能换的。嗯，就到现场我就发现他带我去房间是那个口字四角最角的一边，你知道，一间边间，因为它是边间出来的，它的房间造型跟大家不太一样。我一进去就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因为我睡的床啊的头上啊是一个梁，然后他为了不要浪费这个梁，他在梁上放了一个旧的冷气，你知道，所以梁上面就是一个冷气，你会觉得那个冷气快掉下来了。美国很多是这样，对，它不浪费那个空间，对，它不是分离式那种，它就是一个大的冷气在上面，你知道吗？很可怕，就哇塞，这边，然后就算了。然后我躺上去看到这个，然后往右边一看，是厕所的门，厕所门就在我头这个地方。哎呀，风水都这够烂的，风水。所以我一去，哇，怎么这么脏？然后我抬起头一看，前面是个大镜子在我床前。第二天早上起来，因为我租车子嘛，租车就要开车去玩这样。有车抛锚。第二天起来车不抛锚，我一后退就撞到别人。哎呦，所以当天就赔钱。那有人认为是我的技术不好，但是我认为是风水不好。可能住这种房间都容易遇到一些灵异的事情，边间嘛。我今天小心，你在日本住高级饭店，但也风水差。哎呦，但是我就自己。你讲话不需要把那个防口水这样带起来。它是一个装饰，好吗？是。然后就是一个朋友招待跟我跟当时跟 Markio， 然后我们去一个很高级，就是在那个东京铁塔旁边，然后它是一个景观套房，进去它是有个走廊，然后有一个水池，然后个木板，然后全部都是很禅意，然后还有一个像这个让我们觉得说有一点怪怪，因为它是有点像明治时代的那种衣服的和服做展示，它就是比较禅意的感觉，嗯，然后一切都非常的美。然后进去的时候呢，还是有服务人还特别把窗户打开，那个窗户大概哇，就是超大的景观套房。然后我们的正前方就是东京铁塔，哇，我看到就说哇，好，就觉得好感动，怎么这么棒的房间？然后我们在看那个东京铁塔的时候，看到旁边怎么有一块黑色的空地，因为很晚了，我们进房的时候。我们也没管他，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们都喝醉了，对，所以我们回到饭店，我也没什么感觉，没感觉。然后到最后一天，我们还很开心，一起泡澡，对，就变一起跟你们出去玩可以一起泡澡，哇塞！我们两个女生，我们两个女生当初也加入，不是唯一的。为什么会一起泡呢？是因为我以为他那个他买了一个那个就是泡澡的那个泡澡粉，我以为是饭店送的，然后我就把泡澡粉全部倒进去，我要泡澡。所以他发现到说我用了他的泡澡粉，他很生气，于是他说那我也要泡，所以他把衣服脱掉就跟我一起泡，就是这样。然后都很开心，就是很开心，对不对？好了，重点来了，昨天早上大概差不多6、7点的时候。我全身发冷发麻，然后整个全身痛醒，
丁小晴凌晨全身痛醒，原本愉快的旅程这时却发生无法令人置信的事。广告牌，哎呦我的妈呀！今天早上的大概差不多六七点的时候，我全身发冷发麻，然后整个全身痛醒，然后我就一直冷冷冷，然后冒冷汗，然后我就上厕所的时候呢，上出来的全部都是水，然后跟吐，然后吐出来的都是水，那种清水的。后来我觉得越来越不对劲，然后我整个发冷发麻，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开那个那个衣柜，然后拿了那个两件那个浴衣，就是那个嘛，那叫什么浴袍，然后穿起来太冷了。穿起来以后又再拿了一个那个棉被盖两层棉被，这样一直发抖发抖，然后之后我就痛到快不行了，然后我还出血，内出血，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想说不行，我要叫他，因为我要叫救命，他睡我旁边嘛，两张床，我想要叫他，可是我又好怕他害怕，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我不想，我赶快回家，因为我们十一点的那个车子就要派我们，就是接我们要到机场，我不想，我想说那就回台湾再看医生好了。然后我这样痛痛痛痛痛痛，然后就念经文，然后念就晕过去了。晕过去，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然后 Marco 看到我，他说：“你怎么这样？脸是灰的耶。”我说：“真的吗？”然后我看镜子，我脸真是灰，是灰色的，然后全身都是汗。然后他说：“你要不要去洗澡？”我说：“我只想赶快回家。”我说：“我不要不要。”然后我刚刚整理行李，然后我的行李是放在就是那个窗户的下面嘛。然后我就整理行李的时候，把那个窗帘打开。才看到那个外面我们之前不是说那天晚上看到不都空地吗？外面全部是坟墓，然后那个铁塔的旁边很多那种大的那种高楼大厦，全部是病院，大的病院病房，对病房。然后一看到之后我什么话不讲，然后 Marco 就说：“我跟你讲，经常我遇到一件事要跟你说。”我说：“先不要讲，我们赶快先上车，先回台湾这样。”他也有默契，就不讲话。于是呢，我们上了飞机，然后飞过在那个太平洋的中间的时候，然后我们开始聊到这个事。我说：“早上什么事要跟我讲？”他说：“你早上怎么脸那么白的？”我就说：“其实我昨天发生一些事情这样。”他说：“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其实要跟你讲一件事，就是我今天早上他也忘了他几点起来，就看到女生在开那个衣柜。”他想是我在，因为我在拿那个浴袍嘛，然后开衣柜，对不对？然后我穿全，他说我穿白色睡衣这样子，然后我又没觉得很奇怪。他说可是他，我就叫你，我说你怎么？他问我说你怎么那么早起床？然后他说小晴，然后这人都没理他。然后过了他就爬起来要这样，我说小晴你这样，然后他还看到说，因为那女孩头发是放下来的。然后他看到女孩头发是黑色，是金发。然后他看到黑色头发了以后，下意识就看到那个衣服是真的是件睡衣，是上下穿的睡衣。可是我的睡衣是算蛮性感的睡衣，因为我们这你是选这种肉色，对，有性感的艳色，有艳色。因为他看到我的睡衣，我们一起休息嘛，所以我没有那件白色睡衣啊，因为饭店的睡衣是像那种浴衣那种嘛，对。然后他就觉得他确定那个不是我，于是他就默默把被子盖起来，然后就不讲话。然后到早上，所以看到我醒来要叫我，因为看我脸这么灰，也不敢讲。于是回到台湾，我们就 Google 那个环境，那个地方呢，我可以结束跟大家说，因为后来我的日本朋友告诉我说，其实，在东京铁塔的附近那一带，大家都觉得那个是一个观光圣地，对不对？就是日本人很懂的话，大家都知道那个附近是非常阴的阴地。然后那个饭店，阴地。对啊。怎么了？对，因为我害怕。我正要去日本玩，所以正要去。那个饭店非常是六星级的饭店，后来知道那附近很多的寺庙，那寺庙里面会安放很多的牌位，然后跟这些墓地都在东京铁塔附近，这样子。我刚刚你们讲都是不好，我跟你讲，现在我 Max 厉害了。Max 是太好，真的去发亮。他是早晚要做念经佛课的。你是怎样？你是翻到人家寺庙里面混在里面住的？其实也不是，就是那个因为第一次去澳洲嘛，想说想要省钱，真的是用尽所有的方法，就想哪边便宜。后来突然找到，这个一个礼拜。澳洲澳币一个礼拜只要50块，你就可以住一个礼拜，50，所以大概一天不到300块台币啊！哇塞，你是住在哪里的？超级便宜。然后它就是像那种，它是说是佛堂，可是我们到当地才发现，这个怎么像
德州电锯杀人魔的那种木造，然后很奇怪的，像那个房子的。哎，对对对，这是佛塔。对，就是我是奇怪走错吗？然后找了半天，奇怪。这是佛堂吗？后来我就跑进去跟他们，就有点像那种有庙公嘛，跟台湾讲，他就很喜欢那种华，不是，那是我们华人，他们在那边等于自己经营的一个，想要传那种好像不知道是一贯道还是什么道派，反正传佛法就对。对对对对，然后想说啊，反正50块嘛，省一省啊，进去了解一下状况。后来发现，他还有两种选择，一种50，那没有包吃，那你60块澳币还可以。包吃一个礼拜都不用花钱，那飞六十，天天六十，便宜的，很划算的，划算，超级划算。但是重点就是后来我们每天吃，然后但都要吃素啊，然后完全都没有肉类，然后你可能就是奶蛋素什么什么全部全素。礼拜二跟礼拜四它有那个等于说一贯到一个习俗，要一叩首啊，二叩首啊，三叩首，500叩首啊，1000叩首。然后你一定要照他们的习俗，因为你等于说我磕过108个，我这边就红肿，真的，他就这样扣，对啊，那磕响头啊，就咔咔咔，我们是不能用手电，我们就咔咔咔这样，天哪，我扣108个，这边就红肿，那你就这样子搞，就这样搞，没办法，所以你为了住这个便宜的，你就是要他们护理，刚开始对，你们那个在那个里面会不会藏在地板上有烟雾？扣到仙境到了，然后走的时候大家都很轻，有没有？都走了，飘走了，这样子哦。他就是我有一个晚上嘛，在那边睡，然后睡，觉得有很奇怪的事，是他们庙公说他们有一个有点像阁楼的一个储藏室，他说那个地方就是不能进去，然后不知道就是说他们要拜还是神明，还是说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我也不太了解。然后就是坚持就是不能去靠近那个，也不能说想要打开，但是因为里面供奉什么，一打开庙公在里面打进去，以后被吃光，以后被吃光，再数钱，哇，再数钱，这一票不错，缺蛮多的。后来就是因为他都会有，感觉是像从下面会有奇怪的声音，有点像那种敲门那种敲打的声音。后来觉得还是没办法，我后来就是悄悄的去探听了一下，偷偷的把它挖开一下，但是没有看到庙公。对，我想说他们会不会真的在里面有什么？后来发现见不得人的勾当，应该是储藏室吧？对，后来发现他们只是供的有点像那种神坛的那种。没有，有些我在烧的香，然后神坛。我猜有时候可能是有一些人或家里有些什么东西，或娃娃或者什么一些发生一些状况的东西，他把它供奉在里面是锁起来的，但是不能进去。害怕，我以为里面也是阴地嘛。以前白土灰盘子啊，在里面。对啊，它也是很阴的一个地方。对，很阴，我就有这种感觉。好，这样我们知道这个马当娜这三个字，哇，流行、时尚、流行、顶级、时尚、流行、顶级，一定是要顶后呀。对，但是有个马当娜饭店，你住过？对，这个是在加州洛杉矶附近一个近郊。然后呢，这个呢是一个漂亮啊，哇，对，看起来还 OK， 对不对？就是很梦幻，对，很梦幻，对不对？刚刚干嘛？因为这个屋主呢，他是一个印度人。然后呢，他很喜欢马丹娜，然后移民到美国来以后赚大钱，他就开一个马丹娜饭店。但是呢，他是从这个贫民窟出来的，所以他的那个 taste 呢，这个品味呢，大概也就是贫民窟的品味。然后那时候不知道说去住，马丹娜应该不会太差吧，上来去，最后就洗澡进去洗澡，一进去的时候就已经很怪，然后洗起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头从这个我们这个那个什么墙壁里面探出来，这样，而且刚好那个。圈圈就刚好那个洞就刚好一个头，然后这样看起来说，你要不要毛巾？然后我吓一跳，哎，真的很光的，我怎么会这样？而且后来就围着这个毛巾说，我们这个不行吗？要换个地，怎么有个洞在这边？洞在这边太夸张。然后那个印度人就跟我讲说，这是他们的这个印度的传统。然后刚好你是铺到一半的时候，我们洗头了，所以那块刚好碰到。我说，你看还可以那么随性。他说反正已经洗完，那个算了，就睡觉。哇塞，那个位置高度要算好。对，他高度刚好就在这里，刚好在你腰这边。你万一再高一点就觉得干什么？再低一点就害怕。为什么要特别服务？他一个脸，而且他脸是歪的，他刚好一个头是这样歪的出去。对，我就已经吓死，然后好像睡觉，那就算了。你歪着，对，真的就是这样，就是那个表情。坏哟，又无又蒙，是这样，我一吓到，然后后来没想到进去房间才好玩，他房间摆了很多的纸箱。那纸箱不是那种打包才用纸箱吗？然后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方向，让你这样走的时候，还要绕着那个纸箱走。然后我想说不方便嘛，然后把它移开，然后便宜算。隔天，然后来打扫完以后又进去，又回来一样的位置。然后就说，自动怎么纸箱怎么在那边那么多？他说，这是他经过这个特殊的这个造型设计，摆破烂的造型设计，你一定要这样照他走。你如果把它搬开的话，他会生气。
还要加钱，所以一定要照他这种摆破烂的装置艺术，里面有什么收破烂的啦、废轮胎啦，然后还有这种纸箱啊、旧报纸啊，你一定要照他的东西做。那、但是呢，他好处是说收费便宜，收费便宜，他一个晚上几十块美金，但是他有一间据说啊要3000块美金。那时候我们听到都吓到，哇塞，3000块美金，那应该可以去看看。所以一看的时候，只是多了更多的纸箱，非常多的纸箱，好烂。然后里面有很多一些捡来的假人啦、啊，然后全部排在里面，根本就是一个摆破烂的房间。这什么意思？3000块美金一晚，这是一个老板疯了。艺术家会爱了。这个意思就是去欧洲的人。高档的欧洲去住旅馆不能拉绳子、啊。没有，因为我相信只要对，就是如果说你有去意大利。只要是意大利早期罗马帝国的属地，那意大利的饭店实际上它不是就是陷阱啊，我不认为是陷阱，但是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进到浴室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一件事，很多绳子，浴室不大间，然后但是它很小，浴室里面很多绳子，那我们就不知道会怎么利用了，对啊，我怎么跟你想的，而且康哥那个还是红色的哦，绳子是红色的，红色，哎呦，对，那对，因为它通常我们都要跟客人在楼下就要先讲解。房间小，电梯小，然后呢，浴室还要更小。那不但小就算了，进到里面哦，那你还占空间的两个马桶，马桶一个有盖，一个没盖。为什么？对，大家都会这样，对啊，有盖子的就是正常的马桶，那上了以后可以排掉的。哦，那可是欧洲比较节省，它注重一些环保，所以当你上完的时候，你如果不要用那个手指的，不要用卫生纸，你可以换到另外一个位置上，然后它那个有水龙头打开，不用手指，用手洗。房间已经够小了，马桶还两个，因为你可以发觉常常都是可以当在那里。那甚至有时候客人啊，跟他讲，他没注意听，很急啊，拿了钥匙以后，对不对？跑上去一看到马桶，先坐上去。啊，没错。然后等到上完以后，你发觉掉冲不掉，这个球大了，那它只能排水不能排雾，所以那就很尴尬，你知道吗？有天服务生表示。那除了这之外呢？那浴室哦，浴缸更小，它那个浴缸小小之外，他们有时候是直立式的。我不直立式浴缸，有这样子泡的。但是应该是给直立式，然后把这个门拉起来了，整个人进来挤到这里，泡完拉开，哇，酷哎！我们欧洲有很多除了这种，就是直立式浴缸，有些是可能是拉门的，甚至有些是像给残障人士嘛，那个门还要就是自己摆设的那种。然后你会发觉哦，等到全部拉起来哦，康哥不要骗你哦，你进去以后对不对？不能动，嗯，因为它的浴室很小，太小，你挤进去，美国人根本挤不进去，你塞到里面不用动了，你知道吗？奇怪，现在大概这里面大概只有小心可以进去，而且这么小，那我们一定要，那一起去欧洲看去玩吧，对不对？欧洲很多种大厅都很大，对对对对，房间就很小，很小，浴室更小。对，那完毕你又看到有根绳子挂在墙壁上，干什么呢？那你就一定很奇怪啊，红色的绳子，对，是抽水吗？哎，不是不是不是，他有时候有些饭店好心一点，弄一个红色叉叉，就贴在绳子上哦，叫你不要拉的意思。可是有些没有，那你知道洗一洗的时候想想无聊啊，就蒙住啊。对啊，想说奇怪一根绳子，蒙住，对，就像后头讲的，拉一拉就一拉，对不对？本来没事，结果拉完之后不到5分钟，你的门口被人家撞开，浴室门被人家撞开。对，他是让老年人洗到一半，怕你会心脏病、中风，太热那个蒸汽。然后，所以呢，它不算是陷阱，你知道吗？结果可是台湾客人看了以后都会就当你都一定都会拉，没事就拉一拉，很容易造球。请你去小心一点。为什么？两个厕所太开心了，来吧，哎，一拉几点钟啊？拉了，然后大家冲进来，尴尬。我们男生是没事的，如果女生洗到一半拉了，真的球，这很尴尬，真的很尴尬。冲进来，有些男生就会拉在那边等。来，我女生来了，麻烦你搞在这儿，接下来是你。这个不只是造型诡异啊，内部的那个情境，氛围更诡异。杨伟文，有，我去过一个，你带老婆去鬼饭店看鬼明星，对，因为我其实我你这么想把它修了，你也不用这种方式，再去吓死，就是我很怕，我老婆也怕，但是她为什么爱一个明星，就是玛丽莲梦露。那时候我带她去 LA 的时候，她特别，我还特别带她去玛丽莲梦露葬的地方哦，去送花给他，然后他跟他墓碑拍照。看得到，我们看那个说明书，那个什么旅游的书上面有介绍，有一间旅馆 Roosevelt 在那个好莱坞大道上面非常有名。据说那个玛丽莲梦露就曾经住在这边，不止住在这边，他到现在还在这个饭店里面，然后出现，然后出现在这个地方。那因为那个饭店其实不便宜，然后要事先先订好。
那事实上我们也不太敢住有鬼的饭店，所以我们想说，干我们去看看就好了，看就好了，对，去吃个东西。那进去看了外表看不出所以然来，我们就进去了。那进去才发现，哎，这个饭店果然跟人家感觉是完全不一样。进去以后呢，你会听不到你自己的脚步声，因为它地毯够厚，它从大厅进去呢，全部都是很厚的地毯。然后它的饭店的那个灯光啊，是调到最暗，然后它的灯呢，都故意放那种，就算是有电的，它都是放那种像大蜡烛的电，你知道？然后都是那种红色的光，然后全部都是暗红色的所有的设备，对。然后它的走廊是亮了蓝蓝的光线，这样设计，对，它设计是非常暗的。如果说你戴太阳眼镜进去的话，你完全就看不到东西了。对，但谁会去戴太阳？对，所以我就觉得很进去的人都戴太阳镜。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会有人来住这样的饭店？因为我发现里面的人呢，他们都在讨论哪里可以看到鬼。就是、他们住的饭店的最大的原因，就有一群人呢，他们这一辈子愿望是能看到鬼。嗯，那他们希望能看到灵异的世界，所以这个饭店其实非常红。结果你看到了有吗？没有，我只看到那个他几个清朝的，什么价远渡重洋。我们就到饭店里面走一走、逛一逛，到他游泳池去看一看，这样子也没看出一个所以然来。你要看马尼罗，他房间246号房，这么清楚？246，我带客人专程去住过这一间，因为他为什么贵？他是第一届。下次我如果参加你的团，我到那边你给我246，我就别。我就差，也没差。如果你被，我现在就房间246，你碰一下，被马丽莲露压的。他那间很贵的，对不对？那间超级贵。马丽莲露有最喜欢一个镜子，那个镜子摆在那边，他每天会在那边就是换，就是照照镜子。所以他们说在那边换衣服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啊，有时候可以看到马丽莲露那个影子啊会出现。你小心你滑去。我也会怕。你跟他连结一下。我要用男的吗？有，非常有名的有一个叫做战士英豪，有一个叫什么英豪，他叫做我们叫蒙哥马利克里夫，很有名的，这个长得超帅，英挺，英挺，对，哪个饭店哪个饭店？也是一样，房间928，九二八，不是，你是导游还是皮条客？你要什么味道？我耳饰吗？一直指我，那个是他打亲，哦，他打亲很漂亮，第一届奥斯卡是举办的，第一届奥斯卡，哇，所以来这里都是影视红星，所以康哥你有机会会去的，哎，谢谢。对啊，蒙哥马利啊，然后克里夫啊，他那时候知名度还不够，那常常拿着剧本在他928号房那个廊道那边一直在背剧本的，嗯，所以很多人专门住这间，这间不恐怖哦，大家都是要来看鬼的。看能不能巧遇这些有名的影视，对不对？很多人想去住这个。哎，他的悲剧的，你就在后面 ，Action！ 吓死了，好跑掉了。刚刚看到他就在演，对吗？一直在演。那我想请问他一个 night 多少钱？如果这几个明星住的，有特别价钱，那一般的房间的话，他的房间美金还好哎，他美金是500美金，500美金。我在 LA 算便宜，算便宜，它这个是5星级的哦。好哦哦，你有病，你去住什么密室杀人案件犯？这个跟金田一有也不是很有关系。但那个时候呢，有美国有在德州有发生过一个蛮离奇的案件，那时候还蛮可怕的是，那一间旅馆死了15个人，而且都是在自己的房间 check in 以后呢，晚上就被杀害，而且杀害的时候呢，大家怎么知道的？大家是从他自己的被害人的手机发出我已经死掉给那个简讯给他的朋友，先打了最后一通，15个人都一模一样，而且最离奇的是每次警方进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发了以后大家就会来找嘛，找哎住几号房啊，冲进去没想到里面都全部都是反锁锁死，然后就等于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密室杀人案件，而且杀了连续杀了，对，怎么进去都不知道，而且15个人最后都死掉的时候都还找不到凶手，是后来在第15个人的时候，因为他们也看床下，床下也是空的嘛，根本不肯躲床下，但是他们在看床下都在奇怪，床下有一滩水，有一滩水，因为地毯嘛，有一滩水湿湿，他们就去摸，啊，摸完以后呢，然后起来闻。有尿味，就是哎尿味，然后一再看，然后再看那上面的床垫，它是从上面的床垫滴下来，然后他们就觉得不对，然后就全部人就这样使个眼色，对，然后一起把那个床垫这样拉出来，就才知道说那个人15个人，他全部每一次都藏在他那个床垫里面，他把床垫割开一个洞，就是我们刚刚床垫不是有一头靠里面吗？他把里面那边那头割一个洞，那个有照片，他把割一个洞就把里面的那些弹簧什么移出来，就塞进去里面。然后等，一直等，等到那个人家来入住以后，在洗澡的时候呢，
他就从里面爬出来，把所有东西都锁好，然后把你，他用他的那个行凶的用具是一把那种水果刀，尖的水果刀，这样刺死后呢，然后呢，在电话发出这个简讯以后呢，把那个电话放在他的手里面，然后再潜回那个床垫里面，所以他这个外号叫床垫杀手。哦，所以这个杀手是躲在床垫里面杀人。对，然后等到你们来，大家来检查以后，晚上可能警察还是会回去嘛，他再从里面出来。我那时候是真的有去住那边，但是我那时候就有听过说这样的这个新闻，大概发生半年前了，所以我那时候你一进就先看床垫，对不对？对，一定要先摸啊，就觉得还好。可是那一阵子有在德州换床垫潮，就每一个都是大铁的，人家抬，然后大家在跳，正血水在里面。我是说真的，那个真的会因为死了十五个人，真的还是会有点毛，而且。床垫上有异物凸起，难道是床垫杀人魔再度出现？更多恐怖饭店，我们马上回来。入住恐怖饭店必备情节，他们都遇过。然后就像看到我这样子，大概是这边隔了两间房间，对不对？嗯。等到第二间的房间的时候，就在我面前就消失了。哎呦！哇，我那个时候等于是然后滑，然后突然撞到一个小石碑，跌倒完了，然后睡觉睡，发现起。不知道是梦还是……哎呦我的妈呀！那个真的会，因为死了十五个人，真的还是会有点毛，而且晚上一直觉得后面有人东西在刺，对啊，对，因为里面还是有阴魂啊。对，然后来真的睡不着，早上起来一看，就刺起来其实是那个弹簧凸起来，但是晚上就会自己下去，觉得下面好像永远都有一个，还会梦到那种状况，就觉得很恐怖。那十五个人在破。哦，长头发破，我要拉出来看一下。好，各位身材比较稍微臃肿、稍微胖胖的胖哥胖妹们，注意了，丁小晴住饭店暴瘦十二公斤。哎呦，快拿减肥，大家一起大搞，休团去住。没有，就是在英国的时候，我好像有点水土不服。对，然后那时候我要去帮，就是做那个演唱会的服装。然后前面三天的时候，我全身也是，可能是我觉得应该也不是时差那么严重，就全身就都不能动，就是很累，我连爬都爬不起来。然后呢，后来我就是白天就这样就开始了，一进到饭店我就开始，这就是我那个窗户拍出去的外面，怪异，没有，它是盖不平啊，它是。对不对？它是整个门这样，空间是这样，而且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办法呼吸，很难过。哎呦！然后，而且对面，你看我现在看这是白天哦，对面那一栋大楼到晚上的时候是蓝光，那种蓝绿的光，我觉得好奇怪，他们干嘛用蓝绿色的光？然后流行。我常因为那三天我生病嘛，我就住在饭店，然后我吃东西的时候就是有走出去吃饭，然后可是每次出去的时候呢，我要开我的那个房门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就会都有一个我看180。我看有他有188或者190公分的一个金发的男生，然后因为我们那个走廊长廊很长，然后我想因为一定是服务生嘛，这样，然后我每次开房间的时候，都会看到他，因为我觉得真巧，很帅，还蛮帅的，对，然后很高，然后穿的就是黑色的衣服这样子，是，然后我旁边是住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那个 keyboard 手一个女孩子，然后有一次我们刚好就一起回房间，我又看到他，我说。因为我刚刚讲说我常看一个男生，然后我就跟那女生说，你们看到旁边一个男的从那个廊那样走过去，因为他就是因为很累，我们工作很累，然后说没有，他没看到。我说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每次只要我回去或者跟大家刚好一起回去的时候，那个人就是因为他常常是这样，对不对？然后这边有一个这样子脚，他就是刚好是从这样走过去，就这样，然后就是这样走过去，这样闪烟就闪了一下这样，然后我觉得要不然说他可能是房客。好的，有一次呢，就是我一个人回去的时候，我就叫那个 room service， 因为我那个身体很不舒服，我没办法去吃饭。我放到下面的时候，那个电梯的下面，不是那个门口下面的时候，好，然后我要正要准备走进房间的时候，余光就看有一个人走过来了，因为原本他不是都是这样子走嘛，闪一下而已，然后他就从我这个长廊这样走过来，没有，他不是闪，是走过来，然后就看到他，然后他也看到我。然后就像看到我这样子，大概是这边隔了两间房间，对不对？等到第二间的房间的时候，就在我面前就消失了。哇！我那个时候等于是，全部的那个答案都就是都聊了，都知道了。然后后来还好，那天是我最后一天住英国，我完全没有睡觉到早上，然后又在坐船，然后坐飞机，我整个是晕的。然后我也不敢跟别人讲，从那个机长室开出来又是那个人，在飞机微笑，分明又不见。而且那是白天，那个不是
是晚上。哎、哦欸，对，不一定是这种事情都发生在晚上，欸嗯、好不好？可能就是遇到了。对，麻烦你。然后还有，我就是回到台湾就瘦了十，就整个暴瘦了十二公斤。罗斯福饭店是吧？快带他去。龙哥马力绝了吧？来，你去日本滑雪也住到不吉利房。对啊，是这样，当时摔断腿还是这样？差一点啊，其实也还好。就是我那一年刚好在一月中的时候，那去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野泽温泉的滑雪场。那它这是很有名的，很漂亮啊，这是什么？对，日式。这有什么不吉祥？你告诉我，我们是大概这个前面直走左边旁边那个，哎，有一个奇怪的转角进去的那一间，因为那时候是一个火神祭啦。那等于说到那个祭典，每一年。他们到这个时候，25岁跟42岁的人都会去参加这个祭典，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安泰岁。我们就去滑完了之后回来的时候，因为年轻爱玩，我就在滑一些像那种日本的那种鸟居，日式的鸟居建筑。那等于说我们滑就很爱玩啊，就是滑在界限外乱跑，然后滑，然后突然撞到一个小石碑，跌倒完了，完了，死定了。然后当下，因为那个地方是滑板之神，你玩的，对对真的是。然后因为我怕说当地日本人真的会这样杀过来，怎么会闯进来？什么我们什么也不想，赶快就走，然后就回饭店。对，然后回饭店，当天晚上我们就哎什么也不想，因为大家年轻嘛，玩的累了，然后就睡了。然后睡觉睡，发现不知道是梦还是怎么样，突然有回想到就是有那种江户时代那种日本人在哎呦。合适在讲话的感觉，他来了，对，然后感觉我真的就在那间感受到哇，他们在讲话，然后讲着讲着，我觉得不对劲啊，我怎么会在这？突然慢慢的，我听到有点那种木那个合适的门拉慢慢拉开，拉开的那个声音，后来慢慢我把眼睛慢慢微微的睁开，奇怪，那个突然有一个影子，很大的一个影子，不知道是我整个身体没办法动，然后呼吸非常急促，然后有一个人跪在我身上。准备就是感觉手要来压住我喉咙的感觉，然后整个就是不知道是那种被压到的那种感觉还是怎样，整个不能动哦。然后我第一次碰到，整个都冒冷汗。然后最后这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把所有我认识的上天、我认识的佛祖、所有的人开始我就放轻松，心里是默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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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念着，突然我就昏睡去了。后来突然早上醒来，后来才发现我不在那个房间。那时候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躺在浴室里。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是这个状况。后来喝醉了吗？那天晚上？其实我也没有喝，哎，大家就喝他们的茶这样，然后就是莫名的昏睡。茶醉，茶醉，应该没那么严重，太严重了，还是我被下药。咖啡酒。后来我早上起来就问当地人，他就问我几岁，我说我25岁。那你有没有去参加祭典？我说没有，我是来滑雪，为什么参加祭典？他说我应该去，因为当年的25岁跟42岁男生要去，对，就是有点像。犯了他们的忌，但是你又把那个诶小那一段讲出来，哎、欸，其实也没有，应该没有。后来我不敢讲，他如果听到他说不关25岁的事，对，重点这时候我又回去看到我撞到的那个是什么，就真的是他们的墓碑，然后当下我就很虔诚，就是跟他们拜一拜，然后之后隔天就是事情就比较 OK。所以说那个滑雪慎选学友，杨伟文，这历史悠久的百年饭店，对，里面也超过很多好兄弟。对，那很久以前我跟屈爱玲到那个南京去出个外景，哦呦，那时候我们两个都还单身了。那当地的住宿单位帮安排说这个是很棒百年历史的饭店。通常你去你的房间是门关着，我们就开门就进去，对不对？那我到我房间，我到那边时候发现，哎，房门怎么开着？开着，我想有人在里面整理东西，怎么可能？打开一看，因为你是开着呢，看也没人在里面啊。反正门为什么开着呢？有人在等外卖吗？就觉得哎不太舒服，所以也没有什么理由说不好，我就进去把门放，反正我也要死嘛，就把门关着。我在关门的时候，听到后面说先生，我想有服务员，你知道，我刚才一看到他，我一回服务员了，哎还是没有啊。我仔细的，我就想我刚没有看到服务员吗？我就进去再看了一下，他就是一个客厅。一个浴室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小小的放东西的行李一个门，里面是像仓库一样，我就全部打开来，看到没有服务生啊？我明明听到有人叫我先生，那我其实心里有点毛毛的，你知道吗？我就毛毛想，不会，在我在想的当下这样，真的吗？我又听到先生，我不叫先生，我叫伟文。然后那一声一结束以后，我什么都不想，马上就回头，然后直接拿东西走，开门走，因为我清楚听到两句人家叫我先生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哇有鬼，我心里想哇有鬼，哪还回鬼？对有没有？真的是害怕，真是害怕到吓到。吓到。那所以怎么办呢？一到那个走廊，跟全里换房间。这点好了，我有点有命来。我进去问说：“那大家住哪里啊？全里在哪？”全里在我下面一楼，你知道，我就跑去找全里。我说：“你房间怎么样？好干不干净？”我说：“刚刚我就跟他说，因为我跟他其实蛮好。”我说其实我的房间听到有怪的声音，这样有鬼这样。然后其实是晚上了，我们 check in 是晚上。然后我就跟圈里讲说，不然，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换房间给我，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房间太多干嘛？对。那我就跟圈里讲说，我可不可以睡一间，你知道吗？我恶心哎，这个烂招，这个真的，因为他看着我真的很怕。谁不会装啊？我现在因为那个谁发敲起来里面之前用他的预言，对不对？然后冷汗。对，这个事情发生很久，那有一些小细节，不是为什么不能办？我忘记了。但我记得我问徐爱玲，我可不可以睡跟他睡下这个？他房门还蛮大的，你知道吗？他说好，人家看我真的很怕的样子，说帮我打电话给我男朋友，就是他现在老公，你知道？那我跟他老公很好，他说哎 ，Jack 什么很怕鬼，可不住我一个房间。他真的吗？我跟他讲话，我说哎 Jack， 我看了鬼呀、啊。然后他说真的吗？听起来蛮害怕，好吧？那你就睡同一个房间好了，虽然让我们睡同一个房间，我们就说也好。我跟你讲，不睡才好的，一睡更惨。我半夜你知道吗？因为有人陪，我就安心了，我很累了嘛，我就赶快先大家就睡觉。他因为有两张床，他就睡他床，因为我们那个饭店蛮大的，然后就睡了。我就睡这个床，然后中间我可能是喝多水了，你知道，想起来上个厕所，大概是我也不知道几点，反正起来是全部暗的，然后想上一起来啊，对我睡去你的房间。我就看他一下，看他那床，我一看，我吓到从床上滚下来。哎呦！居然你怎么着？躺到床，然后他脸上裹了一个红布这样，然后躺在里面这样。因为他并没有跟我讲，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怕蚊子叮他，他裹一个红的，他裹一个红的那种像丝袜那种东西，你知道吗？整个裹的，哇塞！你说我会被吓死的？不是他吓你鬼啊？我真吓死了，你知道？你的女生有时候会有那种换衣服那种一个，想太不会弄到化妆的东西，你知道？被吓到，所以你就看到就会更害怕。真是太害怕，然后我还大叫，你居然也是，怎么？对啊，然后他醒来更吓到我，因为一直戴红布的一个女人这样站快站。对，然后我就把灯打开，说你干嘛戴红布？他说我怕蚊子啊，然后搞半天说。所以其实那里面好像多不多，我是遇到那个听到讲先生，不要自己吓自己。对，后来就觉得其实百年饭店啊，还是少住比较好。欧洲的百年饭店多，尤其可恶，还搞那种古堡饭店啊。对，而且那个贝国宾今天为您推荐啊，住了保证遇到鬼。几号啊？几号？不用号。哎，没有，直接每一间都有，该动古堡全部可以，都有。英国古堡。哎呦我的妈呀！贝国宾今天要为您推荐啊，住了保证遇到鬼。几号啊？不用号，哎，不用号，直接每一间都有，该动古堡全部可以，都有。是什么样古堡？英国，英国哪里？英国。大地方。英国非常多啊，英国事实上对，因为英国他们有那种 tour， 晚上就是在。像我们在约克城用，我看了我打你就哇，谁敢住啊？有没有去下车一个？哇！刚刚跑的，这是约克城用，旁边还是悬崖。约克用，约克城，约克城，在英格兰快靠近爱尔兰边界地方。你看它中间那个楼，那个有个好像牙齿啊，有个针，那个什么？避雷针下面那个避雷针啊，你有没有感觉那里面好像就有人站在那看？对，像恐怖片。因为他这个是保证遇到鬼的，就是保证遇到，真遇到，真不保证遇到。你们那个出去保险受益人是你呀？假扮那种的。在英国约克城嘛，你知道走在那个约克古城上面，就有很多本地人举牌子，穿着好像那个万圣节一样，然后上面牌子上面写什么？然后呢，晚上惊吓兔儿之旅，有没有参加？一个人费用50英镑，然后呢，住宿饭店就让你代理保证。那你可以看到，以前它这个实际上它以前是一个疗养院，约克城这间饭店，它是一个像古堡恐怖疗养院，更恐怖，哇塞！所以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什么人影哦，啊有人的影子，你们看到那个幻影，好清楚哦。有一点的就是人家用那种专门拍照的，对，拍照的，就是我的红外线的，对他们专门就去参加，那还可以拍到护士啊，里面像我提供有一张。还有就是他们之前拍有没有像护士，还有人影，有没有？真的，你可以发觉到这种是保证遇到鬼的饭店。妈呀！请问这样住宿业多少钱？很像迪士尼的那鬼屋哎，没有迪士尼。很幻影那个。对。他这个收费不便宜，英镑，我们用英镑来算，一个晚上500英镑。
对，一千，我们给你两千英镑，应该够丁小琴一个人来回。冲他去感受，然后回来再请他上节目。请问发生了什么事？录影。没有，我念来直接穿古堡，就整个是已经被附身。然后讲英文，大家好好对，对，好好。人家专门拍出来，就有点幻影，可是没有办法证实，没那么清楚。对，就是说大概拍出来，因为晚上灯光都比较微弱。快到旅游旺季了。想要住有贵吗？清朝会国宾。想要住神经病饭店吗？搞错。不用走，好不好？